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做一个开箱。顺丰的盒子既百事，而且还是到付。哎呀，这操作挺骚，而且骚了好多次了。所有的这些快递当中啊，到付件只有顺丰跟季付一样钱。这个啊，百事的啊，我从青岛发过来。如果是季付的话，那么5块钱就够了。但是到付的话，16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26我也得收，为什么？所以说他们就骚啊！寄快递那哥们儿，不是寄快递那哥们儿，他没时间。然后帮寄快递那哥们儿，妥妥的是百事快递的。我一年收割这么几次也无所谓了。来，我们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还有油墨香的。哎，不行，这也不能沾了。啊，证书啊，证书。啊，看看有没有你们的 Lucky 刀锋、钢镚、我操，铅棒、旺财。啊，这个我给起的名。龙牙、灰狼、牙签、螺丝、火锅，这是哪个了？啊，这我给起的名，这个也我给起的名，这个还是我给起的名，这个还是我给起的名，这个又是我给起的名。哦，这个还一个弱水三千，它只取一瓢，这也是我给起的名。哦，这格林、黑狼，这注册的。Oh my God，这是谁？来，嘟嘟，嘟嘟啊，不是嘟嘟啊，对，ID，嘟嘟的 ID，我ID，ID，ID，嘟嘟，钱钱问，哎，这也不问了，你看看，你不问他就来了，你钱钱问，他不来。行，这个得明天发了，得明天发。哎，我必须在这说一下啊，我往外发这个，它这个玩意儿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，所以为了最保险、最稳妥的期间，我都发顺丰到付，是吧？你知不知道，季付有可能丢，但是到付的件儿它是绝对丢不了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，晚上我整理整理整理，把地址都给我整理整理，然后发出去哈。